电池。这边应该是一边两个四层，就是线一边一个，一边是50伏，一边是13.2伏的线。哦，这样就这个。对，就要把这插头插上就行，把电池拔好。注意装完这个化油器拉线，必须要在这个化油器上盖的这个槽里，啊、嗯，插到底。而且，当你拉开节气节流阀的时候，瞬间松手，这个拉线会有声音，啊、嗯，前面就是它那个活塞到底的声音会有。这个把这个得装好。